2018年的尾声，来到台中举办多场演唱会，陪歌迷一起倒数。的经典旋律，歌迷陷入疯狂，场面超级嗨。干杯疯狂世界，好歌一首接着一首。演唱会当然少不了感性时刻，最后安可曲志明和春娇画下完美句点。也许这个希望非常渺小，但我希望在未来的更多的岁岁年年里面，五月天都能够坚持这个希望，继续陪你们到80岁。2019年第一天，五月天没有缺席，用歌声陪伴舞迷，迎向崭新的一年。记者韩志英在锦城台中采访报道。